参赛啦！欢迎来到英雄联盟。不玩猫咪佩诺手了，我们还是玩点阳间人玩的东西。干啥呀？这武器？算了，我不跟他走了。哦。哦。哦，包起来了，包起来了，冲呀！交闪了。愤怒上线。谢谢了 Big Chest 送的火箭，我看到你这名字就想笑，你这不欺负审核不懂英文吗？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中文，肯定就是他取名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请不要什么在名字当中什么违禁什么的之类的吧。我就想到以前下棋的时候啊，每次都选布隆，别忘了叫上布隆。说起来好久没有下棋了，现在听说出了什么星之守护者羁绊。干啥呀？也说是布隆打职业赛的时候总看到低分段真的玩的不多，我那天自己玩了一把，发现这英雄有点难。我本来想多开发自己的英雄尺，心想多学习几个硬符什么的，就是这种能扛的，结果发现这英雄不太适合我。也不是说要操作吧，就是这英雄他那个盾如果举得好就很好，他那个盾可以挡很多东西啊，女枪的大呀什么东西的，什么奥巴马的大呀之类的这种，然后这个英雄那个盾如果举得好就好。我那天举个盾举反了，尤其是你知道吧，跑路的时候反向举盾扛着盾就往前推，然后在背面被别人一顿输出，贼惨。
守护者还是好用呀。咦，居然没有杀掉。哎西。连人了怎么办？哎，哎，就这样回家好不甘心啊。算了，先回去吧，先回去看看再说。哦，他居然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武器吗？也太离谱了吧。中沙皇都来了。这太惨了，这大哥。什么？这武器居然死了，就离谱！我还想说过去帮一下，一看他们两个人在，心想应该不用帮吧。哦，中路打起来了。那个松鼠很眼熟。还想杀我？嘿嘿。什么意思？完了，你怎么了？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网线又被剪了呢。不要搞我呀，兄弟。你这样不是搞人心态吗？我好怕他们过来越塔杀我呀。刚打完小龙，会不会有人突然从这个草丛里出来？应该还好。这个星号是什么意思？是脏话吗？一顿被屏蔽。我被制裁什么意思？这个人
哇！就是想摁杀我们。这个血量好危险哦。耶，看到一个布隆，这里有人，这里有人，赶紧走，赶紧走。不是我们中单怎么回事吗？闹什么脾气？好好的。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哦，那个武器把这个沙皇的蓝给抢了是吗？那确实有点过分了。跑不掉，恭喜，这个名字好难写，分配升到十八级。哎呀，真的，就是一个蓝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
哇，怎么又是我？人也太多了吧，放了放了放了。看能不能能不能制裁一下，完了。真的吗？玩游戏的时候真的会因为这种情况就完全心态爆炸吗？难以想象。大鼻子露珠，我建议划着走。没挂机算给面子了，真的啊！啊，我真的好讨厌玩游戏的时候挂机的。还好这万好还是个阳间人，我感觉他一直在劝架呢，很像打晋级赛时候的我，卑微的愤怒。他是不是去打晋级赛？哇，我也要没了！哎，又是我。诺手。每次击倒之间的时间。
哇，好惨哦！是不是勾到了就没办法呀？一棒一个小朋友，这沙皇又是个孤儿，也没什么办法。主要这沙皇摆明的就是在送嘛，其实现在。哇，这个大，还好赶上了，太难了。我发现我每次都拯救这个万豪于水火之中呢，完了，他要无了。兄弟，这还要摁杀，有点过分了吧？只剩我们俩在这苦苦支撑，好可怜，折磨。哇，我还想给他一个 W， 啥也没放出来，直接被他一刀切死，太难了，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感觉。这个沙皇为什么会觉得他
怎么好意思讲的、啊、还说别人是活在自己世界里，明明就是他才活在自己世界里面，不就是一个蓝嘛，搞得跟天下之内就是接他爹一样，好像每个人都得让着他。哇，这万豪大哥，又是我救了你，感动吗？没得打了。咦，想给他大的。嗯，这沙皇在干嘛呢？这跟这亚索斗智斗勇呢？哎呀，到底还是没有杀了这亚索。难，真是太折磨了这把。人均折磨怪。就没有一个队友就想点头。就要折磨他。大家都是折磨怪。我真的笑死。这万豪太有意思了，还能打兄弟、啊、还可以抢救一下。呜呜啊，这大哥一定是晋级赛，老愤怒了，这都不放弃。哎，还是没了。